是一份游走于刀光剑影之间的职业，他们送财宝物，练就一身龙威虎胆。话说十年前最风靡一时、受万人追捧的镖局之王，被四海镖局的五虎将莫属啦。十年前你个新斗窿都仲未出世啊！四正方仲想做镖师？如果你做到镖师，神仙都会下凡啊！就系佢啦，即系话见到小兄弟一招泰山压顶，用外力将骨头斩上半空啦！我由细就觉得自己灵犀唔同，睇松唔松应？大当家，我想呢位小英雄帮我压通镖，1000两。我一定要把握好呢个机会，重振四海镖局嘅雄风。你点都要送呢通镖？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将呢通镖送到。凡用我天杀者，必杀无赦。